邊度？係啦，我喺旺角西洋菜南街呢架龍車呢一度。其實講緊我哋10月20日和21日咧，會喺麥花臣喺旺角麥花臣有呢個演唱會。所以今日咧，你睇下呢架龍車點啊？翻返嚟旺角西洋菜街係咩感覺呢？係好開心嘅。記得買飛之前我啊，喺10月20日和21日等你哋嚟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旺角的西洋菜南街，来看那个宣传的龙车。因为20号和21号有一个我在旺角麦花臣的演唱会啊，记得买票来支持我。幸福说些